坚持带饭上班第101天，共计花费13米。今天准备做番茄肥牛，凉拌折根粉。肥牛先下锅烫便是，锅中倒油，下蒜末，下洋葱丁，先炒香炒香，倒入番茄丁。这番茄好像不红艳，挤点番茄酱，翻炒后加水没过番茄，盖煮至沸腾后加点土豆下去，再来加点盐鸡精，再加点番茄酱、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，搅拌均匀后倒入肥牛，几颗小米辣，再盖焖15分钟就可以了。最后来点葱花香菜，尝块肥牛，酸辣好吃，其实也不辣，香浓番茄味。下一个菜烧水，把折根粉煮熟，一定要多煮一会儿啊。可以尝尝熟了捞出过凉水来调料汁，蒜末、小米辣、白芝麻、辣椒油、盐、鸡精、白糖、生抽、陈醋、芝麻油、蚝油，搅拌均匀备用，来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毫不夸张，看着就很好吃，试试看。果不其然，凉拌折根粉真是 YYDS。再来撒点小葱花，米饭装小，仪式感还是要有。中包带走，开开心心打工去，拜拜了。